是不能出去。咦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打算录个小小的 diary 来分享一下，记录一下生活。今天就是fully lockdown 的第一天，可能台湾的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就是呢，马来西亚又封国了，这是应该第三次封国了吧？其实我的状况呢，应该是每一天都处在家里很宅，所以这个 fully lockdown 对我来讲，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。然后呢，今天想说来录一个小影片，在想说可以录什么，就来挑战一下最近大家蛮想看的化妆影片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哎呀，要录什么样的东西会比较有趣？因为我既化妆又不成熟，没有什么很专业的知识跟大家分享。那么我就来做一个小挑战，就是我想要。就是看别人的教学，然后把别人的教学套用在自己身上，因为我也只可以跟别人教学。最近又收到了一些化妆用品，然后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刚好可以来挑战一下自己，然后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化妆能力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的陪伴员毋庸置疑又是这两位，还有这些密密麻麻的灯管都是蔡彩虹帮我 set 的。哦吼，好好哦。那你哦 ，no， 那个是不可以的。这个小可爱，你要化妆吗？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要全程挑战，算全程挑战吗？也不算全程挑战啦，因为底妆我是用自己的。我是要来try看，花西子寄给我一堆的化妆品。如果你们知道花西子这产品，也知道他们的雕刻非常的细致，非常的美，蛮期待的。因为我已经在抖音啊、小红书啊那些都蛮常看到他们家的产品，所以他们送我东西的时候也很开心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呀，都寄来了，那么我就想说来挑战一些蛮大困难的。我想要学习 Jenny 的这个妆容，这个感觉很难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画这种烟熏妆，真的感觉不容易哦。然后我是从别的那些化妆博主学一下啊。对，我忘记讲了，其实蔡彩虹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干什么，所以呢，之后我一个变一个妆，然后让他来评分一下我这个 Jenny 如何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花西子，还有给我这个定妆的，还没拆盒，好疗愈。这是蜜粉饼，我们来看看。哇，这好高级啊，看一下我现在是什么8+9，怎么突然讲话变这样？哇，这个感觉很厉害呀，这个高级的墨绿色。好，现在定一下。哇，马上变哑光，真的哎，哇，好强哦。啊，还有一个蜜粉，这个是另一款的，它叫轻蜜粉装饰物。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塞，我竟然有一天可以收到这么多的公关品，而且是否化妆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我在这条道路上有在慢慢前进哦。这个是完全的蜜粉，透明质的那种蜜粉哦。这是另一款的蜜粉，所以还有三种蜜粉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两款都是粉，这一款就比较像是粉饼类的那一种东西。哇，这也好细哦，我的天啊！但是对于颜值控，我好喜欢这个，好棒！像我们已经打好了那个底妆、定妆，现在我们要画眼影喽。啊哈 ，This is 眼影，叫做牡丹柳月浮雕眼影盘，这是什么01款的百鸟朝凤？哎，它的名字都取到很高级耶，就是非常中国风，好漂亮！我要来拆这个，哦，我最喜欢拆这个东西了，太爽了，好疗愈。听到我刚刚那个 F 的声音要出来了吗 ？Oh my god， 好漂亮啊！我的天啊，有看到吗？虽然我已经在抖音上面看过蛮多个博主分享，但是亲眼看到，你会想说啊，可以帮我逼，但是我一定要讲出来，不然我要内伤啊！我的，真的是太美了吧！哇，我不舍得用哎，我的天啊，它是那个连叶子、羽毛那些，天啊，这些
哇，这个纹路太细腻哦，各位，好值得收藏。哇，我不舍得，我的天啊！竟然我已经讲了要画，算了，给它糊落去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学它画一个以打底色。好，我们去拿这个来打底好了。他说眼窝要打高一点。要把这里来个加强，因为它是非常那个欧美的那种感觉，看到吗？我是已经把它画出来了。不是吧，我好像用的每一支笔都不对啊，快要生气了。还没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莫生气。这眼影盘好适合新手哦，因为我很怕用一些很厉害的，就显色度很高的，因为我不是很厉害化妆，所以我很怕那一种显色度非常勾力的，就是你沾了过后你要再刷，要去淡一点，我很怕那一种了，所以这个刚刚好。好嘞，已经开始有猫眼了哦，有感觉了吗？好，我现在要放这个深巧克力，这个深的巧克力色，然后来加深一下我的那个眼线的层次感，眼影的层次感。这个深巧克力色好漂亮哦，哦，有感觉了呢。好嘞，哇，我觉得晕得好漂亮啊。哎，我在称赞自己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太过于自信啦？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画到这样子真的很厉害耶。我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就是没有很高，就是有做到一些些我觉得很开心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进行下一个步骤。我现在要画一个精髓，就是那个黑色的眼线，刚好这深蓝色应该可以代替，也是蛮不错的。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哎，各位，我必须要 focus， 我觉得很漂亮。等一下，你们看我的眼睛，我觉得我真的是有成哎，就是有学到。好，我现在要来画一个眼线。好，我先来做一些填补的动作。哦，这个伞好美哦。哦，我喜欢哎，就是很细，然后我不喜欢太夸张的伞。哇哇，这个颜色，这颜色好漂亮，是我喜欢的那种闪亮，我好喜欢这个。哦，呜啦啦！哦，各位，你们看到那个伞吗？哎，这个好漂亮。然后我刚加了一点在这里，我好喜欢你。好，现在来做刷睫毛。现在要开始刷了，刷给它浓密一点，因为 Jenny 这个妆真的是太浓了。我觉得他有些步骤没有教到，很就是好像上一个步骤他没有讲到，但下一个步骤他已经有了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我要再自己做决定。OK， 我觉得 Jenny 这边有一点比较深一点的眼线，我想要这里再加一点，跟这里。蛮深的耶 ，Jenny 下面到这里耶，我觉得我要再加强，不管。好，现在要画眉毛了，因为 Jenny 的眉毛真的是太有感。我们来看看他们家的眉笔，他眉笔的包装还有补充装哦，哇，好厉害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显色部，哦，好小哦，我跟你说我没有那样夸张，但是哎，我刚刚画一根罢了，你看太细了吧，好厉害哦。然后它的后面就是有这种刷，然后笔头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弄眉毛，因为我眉毛比较难一点的是纹过，所以蛮挑战。
好嘞，我觉得眉尾这里再舒开一点。哦，这真的好好控。眼妆的部分就完成了，然后我现在呢，来画一个腮红。我现在看它的腮红，这个是什么呢？07号丹砂流云，看一下适不适合这个妆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小小一个的，感觉出门就很好带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颜色。咦，好好看哦！我的天哪，这是有点橘红色。我来扫一下啊，哦，可以耶，好自然哦。它就是有点像豆沙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的，腮红好了，然后我们来选一个口红呗。它的口红，它给了我两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哪一个比较适合？哇哦！哇，好高级哦！哇，哇，什么？这口红也太高调了吧！我们来试试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开。哦，哎，我也蛮厉害的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比较属于。哇，各位，我的天，你们看到吗？你们看到吗？我的天哪，这雕刻也太美了吧！好好看，现在我们来给口红试色一下。这个是什么 ？MC3， 哇哦，这好漂亮哦。它是雾的，好心痛，对不起啊。这个颜色好好看，我再给大家看明显一点。哦，这个颜色不错，再给我看另外一个。这是 M211 朱砂锁，哦，这个比较橘一点的，哈。好难选择，都好好看，就是比较橘的，就比较粉一点。看一下 Jenny 的妆，我再来选择。哎， Jenny 是，这是死亡芭比粉吧？我是不可能驾驭什么死亡芭比粉，人家是可以死亡芭比粉，我是真的直接死亡。那我就直接选比较粉色的，粉色的是这个吧？这个 M413， 对。好像有点太红啊，我要抿掉一点，去拿一个 tissue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抿掉一点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去换装，换一个白色的 T 恤跟贝雷帽，因为它这个打扮也不难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没有这种贝雷帽，我应该只有全黑的，没关系。然后就大概尽量相似 ，OK？ 然后菜场我在楼下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再下楼给他惊喜 ，Let's go！ 为了像一点，我刚去把刘海给洗了 ，Yeah。啊，好，我觉得我要去修剪一下比较好 ，Goodbye。好嘞，粘我的 Jenny 妆到这里，我们先下楼让她猜不猜得出我在仿谁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一定猜不出的，因为我画到一点不像，好难哦，杰尼，好难哦。好，我们现在下楼准备 ，Go。菜，你先闭眼先，你先闭眼，你的声音帮我关掉一下，快点 ，OK。我要给你一个，喂，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。什么？等一下先。哎，还好 ，OK。3, 2, 1，看我。你觉得我像谁？怎么你很少画到这样浓哎？是不是？蛮浓妆的哦，对你来讲。像谁？但是有吓到我了，因为这算好看了。真的、啊、？OK 啦，就觉得眼妆这样可以了。我有在学一个人的造型哦。哦，你刚才拍化妆和仿妆啊？对呀、啊。你觉得我像谁？我已经尽量模仿。好啦，脸不像应该很难猜呀、啊。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像谁？像不像？像不像 Jenny？ 各位观众，哎，你们看清楚啊！我像彭于晏吗？呀，像个屁呀、啊！我给你看，不像没？看一下，你这样看哦，哈哈，眼妆是蛮像啊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看一下啊。OK， 我要摆。这是因为脸的问题啊。我要摆。你要学这个 ？OK， 我学这个样子给你看。啊、学一下。他有点那个三角白眼。你是山寨版、啊，你可以让我好好专心答对吗？怎么突然笑一笑？哎、欸，你在跟 Jenny 讲话哎？喂，我再给你练习一下，你跟第你见到 Jenny 过后，你第一句话要讲什么？撒拉开。但是这个眼
妆哦，我觉得有到七分，七分已经接近 A 了。你给我的晚餐评分也是七分。啊，晚餐那个是备注良心讲。欧巴，加油，欧巴 ，Come。Jenny， 不要这样哎、欸！尊重 Jenny 啊！哎呦，你看你这边弄得那么乱，这是你弄的。还不收拾家里啊 ，Jenny！ 好嘞，大家，我们现在要吃晚餐的，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。嗯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待在家，好好的防妆。就是好好待在家，如果我们可以的话，我们赶快，如果这两个礼拜有办法解决的话，我们赶快度过这两个礼拜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觉得应该两个礼拜是做不到，至少一个月就是好好的待在家，真的是 balloon try balloon down， 就是 sekali try you better 打猫。OK 各位，然后也谢谢花西子让我度过这个MCO。 OK， 我希望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仿妆跟大家见面，然后我会尽量的一直出影片跟大家见面。今天叫外卖，所以不会是那么突然的结束。各位好好待在家，拜拜。 Jenny Kim、啊、Jenny 有什么比较好记得的那个？什么都好记得，只要你长得像 Jenny。Jenny 有没有嘛？这个那个那个过你 ，Bad people 为啥过你？对对对对对，我那个年代，那个年代打玻璃。好嘞，拜拜。